主的呀、啊，啊，所以讲那个呢，只图捏着鼻子红眼睛，捏着鼻子红眼睛，就是讲哦，这鼻啊啊啊，这个啊红红眼睛，骗骗你的眼睛而已。那、啊、生死那怎么能够了呢？哎、啊，有心信心的人，自己不能自己骗自己呀、啊。啊，你的进步，既然进步，也能抵掉这个障碍。我无干罪，这个业啊，下面叫做地狱的五无间业呢？第受生无间，你若落去地界的时候，犯着五个罪，下这个胳膊身躯，你无经过刹那间的时间，无停，马上就受地界的胳膊，马上受地界的胳膊，不分隔十分。所以咱人，你注意看。在生作恶多端的人，会真艰苦死啊！真艰苦死啊！那边死的无声咪，后安尼咧拖啊，安尼石啊，安尼布啊呢。当然有一种是前世的业，里面种歹死有两种，一种是顶世的人的业啊，像玄奘大师一艰苦，艰苦死哦。玄奘大师真艰苦死，但是那是无量劫的报应，一刹那之间都无。玄奘大师即断气了，面相完全非常非常的安详。他一般咧要死也无讲啊，一般要死时下下个要死的时候，面翻乌，目白皮烂啊，痛苦啊。玄奘大师是因为做国王啊，就鱼肉人民，所以啊，以无量劫修来这恶劫，因为做大法师，翻的经典功德无量，所以刹那间的胳膊地甲去掉，地甲的胳膊无去。不一样的地界啊，这是一种，所以一种是圣人的痛苦的临命中的果报，一种是凡夫痛苦临命中的胳膊。戒贤大师嘛是真痛苦，戒贤论是玄奘大师的师父啊，嘛是真痛苦啊。又不用生堂啊，生堂，伊艰苦甲一直要自杀，一直要自杀，菩萨视线甲叫莫自杀。所以讲，咱人这个地狱的果报是讲凡夫没有修行的人。自我给罪人，不是大修行的。大修行呢，有些临命中会受果报。你像迦留陀伊，迦留陀伊一即世的人，也是一个叫精神的人，就是好色，就是好色。这迦留陀伊从来不破戒的哦。这迦留陀伊就是因为伊足爱女众，伊若看到女众，伊足介，伊拢行在女众后边。吼、哦，啊，就是因为伊这款的习气才失败。家里多样的事呢，我这么讲你听，这贡献是真趣味的一个因缘果报啊！你讲，没讲真趣味哈、啊。这家里多是真好色，啊，唔过呢，伊绝对袂破戒。伊虽然伫女将的边，但是伊袂去阿碰到，但是伊真爱看女将。伊无死劫以来，有一摆啊，好甲苦劝讲，你吼爱远离女将，哦，啊，远离女将，啊，结果呢，伊唔。那苦劝哦，哎嗯，哎，一定来看女将啊，我一定来个接兵啊，啊，到尾啊吼，伊胳膊真歹势啊，有一摆一出去，啊，得行到半路，撞到一个女众，啊，这个女众都要去讨客兄，你听无？算唔是家流头伊，伊这个女众去讨客兄，去讨客兄，哦啊，这个客兄都要走。走来到这样，走来到家里头也头前啊！啊这个查某啊，都要走来到家里头也头前，啊，这么人要拍这个客兄，啊，因为要去讲这个客兄时，看未清楚，讲到底是什么人啊？啊，这么这个女将吼，较早就是家里头也咧追求的，啊，这么偷偷客兄就对了，啊，你听有意思不？这家里头真欣赏这个查某，啊，这个查某是去偷客兄，啊，这个客兄跟这个查某都要走来到家里头也头前。结果人家棍啊，可要甲攻啊，人家地头要甲滚啊，啊！结果迄个查甫都出哩，秘伫外口去杀无掉啊！啊，杀无掉的时阵啊，啊，即嘛，这个查甫就徛伫家里头伊边啊，因为伊爱看女将。结果呢，伊讲你偷了多一个啊，偷了多一个啊，即嘛，就比家里头伊啊，啊，家里头伊硬去用公司呢，安尼哇哇去用公司呢。伊的果报就是离不开女众的，安尼死个足凄惨的啊，死个足凄惨的啊。
诶，实在是毋是讨着伊啦？你讲若讨着叫公司啊，就算算我多你叫讨着，诶，毋是伊，你干呐？诶，即摆这查某无当下责任，就讲伊安尼，啊，硬向公司，而且这经典都是安尼写，哦，看着他家去外面呢，是最毒妇人心啊！连接出去，人伊安尼个害，安尼个害，安尼个，哎，伊伊若莫讲，伊就不用公司，讲伊真正伊，哎，就是讲，我已经无人通打咯，就凊彩讲一个，咪就讲伊，安尼，迄时阵，哦，迄时阵有够衰，我看到经典，我咪是足气的，我讲，啊，这你就正着阿罗汉哥也袂晓爬，啊，讲迄个时阵讲爬袂起啊，讲业无现前爬袂起啊，拢招失去啊。神通抵不过业力，另外啊，我来跟讲点小注意听的啦，听有无？唔通话，我跟你讲点唔通话，你就唔是好米啦，你是注意，你得注意啦。我来叫公事，然后多见啊，我来叫公事啊，这些不话，对啊。所以讲，这个果报就是一种警惕啦，一种警惕啦，啊。警惕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里坚持不要男女众共修？这里全纯粹是住男众的啊，这个有我们很大的原因呢、啊，啊，很深的原因。不来啊，所以说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哈。所以说受生无间，过来啊，过来，第二叫做寿命无间，寿命无间的用地界的化身啊，心受苦。啊，死一生呐、啊，去变化另外一个身躯来受苦。地狱化身啊，化身身受苦；死一生又去化另外一个身来受苦。啊，就是讲一个身躯死，另外去变一个身躯啦，袂当断就对啦。第三，心片无间断，这个身躯啊，啊，跟地一样大，秤就是合，地个有偌大，这身躯都有偌大。一个人也满。较侪人入去，伊嘛是安尼办，各不相爱，各不相爱，唔是神通哦，受苦啊，都有你的份，不能取代的对。一个人去，地界嘛是安尼，你个一百万人去，地界嘛是安尼，业力使自然也，业力不可思议，你讲神通不可思议，这业力也是更不可思议。业，哎，这是受苦无间啊，忽然间铜床铁柱啊，啊，忽然间火汤炉炭，火汤就是。进油店啦，炉炭得到这个烘啊，像咧烘番薯安尼啦，烘番薯啦。较早阮咧细汉的时阵哦，人个番薯用一瓮啊吼，啊内面用一铁线啊，搞咧番薯啊，番薯爱种红啊，红啊红番薯特产咧，哎哎的话啊，红红的番薯好食啦，啊好食好食。哎，像咧啊炉炭安尼咧烘，就细汉的时阵拢嘛定定安尼。哎，就来喊你。啊，较早细汉定爱食啥？食只爱食猪血粿，猪血粿啊，都唔知影嘛，爱食猪血粿，一猪血，猪安尼赤血，赤血，哎，血安尼啊，掺米落落去吹，吹吹，安尼温咧土豆腐，啊，盐水，盐水，盐水安尼。我懂，哎嘿，啊对，较早哎，你换铁蛋糕去，换别个个啊。别个过了当工啊，摆当古下，提来换破纸。我学了有钱嘛？哎，过来讲，啊，这个有影来了吼，哎，提来换了，啊，这别个，啊，这嘛提的时，啊，袂堪要等，啊，这嘛加了扭起来，哦，足长啊。哎，无懂。哎，第五，受报无间，受地界的果报，当受一重劫。第二十精简劫啊，有住五无干劫，闻住普贤十大观行观，速灵地灭。哦，你看嘛，你做五无干罪劫啊，速灵地灭的，有种种的苦恼，乃至菩萨劫彼顶所一切恶劫，皆能消除。恶鬼远离，即得善鬼之修护，修行之事，当是一事啊。你功德不定，总要有谦逊的人啊，小可有虚伪，都袂当得到利益。所以讲，唔通讲佛法无灵，因此讲，是故咱人呐、啊、相处者啊，下好相啊好，行于世间就无有障碍啊。
如空中的月亮出于云翳，云翳就是乌云杂调的啦。好，月亮啊离开这个乌云杂调的，安尼就月亮就看足清楚。讲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啊，这就是正常果啊。意思讲，像这个行愿品啊，为因果相啊，拄到一切善恶境界，拢会当和这个行愿功德正相。出果有两得恶法不能障碍出行愿，行愿得正法正相啊，行愿得真，这叫做真相。第二，善法能以行愿之力，这叫做正相。修普贤行愿功德，就是善法则增加，是以力之正相果。讲行于世间无有障碍者，那像普贤菩萨十大愿。在世间修行，不为业、业、苦三种所障碍，但是这要实在的去做，啊，是不障之真善果。下面更加不得了哎，啊，下面更加不得了哎，啊，下面讲，诸善男、诸善女人，万万普贤所功德，不求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心，微妙色心，记住。三十二大丈夫相不得了呀！上是大愿王，就像这个普贤菩萨啊，具足三十二相。欲行人天所在之处啊，上具圣足啊。这里谈到艺术国啦，啊，艺术国啦，艺术国就是咱的八识典中，经过一个时间会成熟，就是艺术国。哦，这是为因感果啊，艺术成熟。啊，意处成熟，意性成熟，意识成熟，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意处就是另外一个所在，啊，意性就是会变化，因跟果不一样。下面讲前生就是前世，往顶世的人那是上这个十大观的显因，你这世的人受的果报啊，就跟这时间无同。他处上这个相关的显因，那这些所在受这个果报叫做处意，所在无同的对。上这个行愿是善行，所得的果报是无记性，果报无记性嘛？啊，果报不能论善恶啊，因是善恶，果为无记，因论善因恶因，那么果就是受的果报啊，就无记。你说现在人是善是恶呢？人是已经受果报了，不能论善是恶。那前世是受到善果，没有错，现在是果报啊。啊，你现在做这个人杀人那是恶，救人那是善，所以在因地上来讲它有善恶，在果报来讲我已经还了吗？所以我今天是做人吗？我已经在还这个业了吗？这不能论善恶啊。所以说所得所得的果是无记性，这叫做性义啊。七十页，邪灵破坏一切恶处，邪灵远离一切恶友，邪灵制服一切外道，你呢？啊，这是试用果啊，就是讲，亲像咱农夫啊，耕种所得的粮食的果报，就修行人来讲，咱人来修行功德所得的果报，就叫做试用果。试就修行人，修行人所得到的作用，叫做试用果。破坏恶处，远离恶友，制服这个外道啊，拢总是上这个普贤行愿品。利用所得的果报，下面邪灵解脱一切烦恼，亲像狮子王吹拂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这叫做离系果，离系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离开束缚。离系果啊，烦恼会束缚咱人的化身慧命嘛，所以啊，离系离开这个束缚叫做离系果，起码会当脱离这个烦恼啊。即离世福也，啊，也是上普贤行愿品之显果。那么下面呢，这一段我读一下，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次再来做解释。这一段为什么足重要呢？你注意看，上这个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有什么外了不起的所在？又何是您临命终的时阵，最后刹那一切诸根，诸根就是六根呢？啊，隆中百坏，一切惯修拢该下离，一切你的威势
威胁你做什么大官啊，隆重退席，互相互相大神公啥来我相马车胜，因为这是根据较早的好家人哦，大神的坐呢，即嘛是面子的车啦哦，所以丁宝服从，如是一切不服相随，人要死，啥物拢无安，为处官王不相下礼，为处官王就是大官王，以一切时因得其间，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个，这个十大愿的力量偌大啊！你什么啊？并结七十二啊，并结七十二啊，七十二啊，中央五力。对于这件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定诸菩萨摄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微笑，麒麟逐渐生莲花中，猛佛受记，佮佛给你受记啊！看印经变。功德这么大，你再看上这个十大愿王功德多大？七十页，七十页。七十页算到回来第四行，讲有何是人，讲这个人啊，临命终的时阵，就是讲咱人临命终的时阵，最后刹那，刹那间一切诸根，就是六根啊，色界、善坏，人死的身躯会烂会歹，刹那间六根拢无作用，一切亲属。世界下里，你遐好朋友啦，老爸老母啦，啊太太啊先生啊，拢爱离开。所以我常咧讲讲，咱这众生无耻的是安尼。咱今仔日无听到佛法，都唔无会讲。咱今仔日是安怎这么无耻？无耻甲讲老爸老母死。在旁边一直哭，人死的时候才在旁边一直哭，一直伤心。在生的时候，哪会不会想说要修行这条路？哪会不想到说有一天我原来要躲在那个地方？那今天所画的，目睭前所看出去的，就是分钟到钟想的啊，名利一切执着，为什么？咱拢未去关照讲这个死的迄天、迄刹那之间，咱要为倒去，咱蒙蒙渺渺。所以啊，咱若是有学佛的人，就知影讲，诸根世界善坏，眷属拢爱离开哦，搁较心所爱的人拢爱离开。一切为世世界退失，你做国王，就在那个地方，你照常爬不起来。国王哪国王啊？那个时候啊，国王、皇帝，包括总统都用不到。啊，所以说咱人死的老爹，啊，这个爹是按怎老呢？就是你这个人都要得病，你若再生。一直施舍，百岁年老人对咱，你就德的存在，啊、哦，就是讲施舍的灾德啦，啊，贪德的损德啦。你敢若即世的人，即、這个孙，敢若一直为着咱好，吼、哦，一直为着咱家己的好，安尼，到甲咱百岁年老这口气要断的孙，别人对咱都无共啊，别人对咱都无共。所以说一切威胁都会退失的。辅相大臣啊，功成来我啊，就是说你左右手叫做辅相大臣啊，功成来我相马车胜，相马车胜，这就是说佛当时的说法是以上好业的人这样来解释啊、哦，因为迄个时阵，印度是有枪有马的人，是算上界好个。出去骑枪啊，骑马的人，
啊，坐这个车啊，车就是马车或者是象车，哦，这个算真好个人。也别你若讲即卖个人坐枪出来，你就别去用笑死一个。那这枪只枪那边来走来，比咱人较紧点，啊，是讲较有力的有影。啊，那所以讲是因为迄个佛当时在世时阵无车，所以伊就安尼讲。啊，所以佛当时在世若有车，伊一直讲啊，这个江城内外面子的价格，草马七四七，一切不随相随，不服相随。伊一直佛一定安尼讲的啊。哎，即摆伊这个相马车甚至讲，伊就真好个啊，唔是抢啊，无得买啊。啊，伊迄阵啊都无面子的啊。啊，即个讲一定讲劳斯莱斯。我迄天吼，看这个闭路电视增加见闻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劳斯莱斯一只偌济钱，日本人买的，一只写5000万日票，较早我袂晓读啊，读5000万啊，五千万单啊，哦，言的简写，咪读作单吼，5000万除以5多1000万，1000万的代票。劳斯莱斯啊，落到会死迄款呢？或者劳斯莱斯？我看到迄个内面的说明，我感觉这众生的可怜就是悲哀到极点。伊去做一个好业人，啊，迄个无价，去买一件和服偌贵？你敢知和服？你捌听过无？后壁一个馒头迄款啊，这和服。我买迄点唔是万多块钱，迄台币来包一包，唔知从啥里啊？知奈遐尼半工包一包，啊来就好，定拍一拍啊，也拍后壁。今仔好好偌济呢？1500万的日票除以有多300万的代票，迄领衫多300万，今仔和服多300万，结果内面迄个好嘢人拢总有10亿和服。10亿代票，即马算代票，10亿，啊，拄爱当开一个百货公司，啊，迄人50几岁，啊，伊是有够歹歹啊，到即马嫁袂出去，啊，伊爆发户，伊伫东京起10间咧租人，起10间咧租人，10栋楼啊厝咧租人，啊，就想要厝租，啊，因为真歹嫁袂出去，啊，真好嘅嘛，啊，所以即块片叫做大富豪，哎，偌可怜呢，偌可怜，哎，好嘅人就是规工唔知要从啥。劳斯莱斯的买和服啊，几工又告别啊啊！即卖吼，人记者吼、哦，去甲访问，伊讲啊，我忘记带了我的戒指啊，对，手就从个倒大开，迄个手指安尼挂了啊！记者问讲，你安尼偌济？一粒安尼偌济？敢那一粒青青安尼尔啊？空起安尼。像咱一粒，唔得足足3000几万的日票。我讲过海岸惊手向倒的，所以讲，咱这众生这世代人若无听到佛法哦，啊，得凄惨嘛，伊都唔知要从啥。何苦钱了，古都800万咧买啊？对无？啊，劳斯莱斯的罗斯用的，哦，哎，买啊，出去都声望真悬啊，讲珍宝无常。结果摕出来，迄个钻石，规箱拢是啊！如是一切无负相随，拢得袂起得着。那熬的人一定将财产剥削了了。熬的人留下的就是一个清高、慈悲跟德。我再给你重复讲一遍，没有一样财产是慧立法师的名字，通通财团法人的。所以讲啊，咱早就了解讲，如是一切无互相随，这世事啥物嘛带袂去，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只有这个十大愿王啊不相舍离。所以以一切时引导其前，在任何一个时间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哦，一切时间，因为你有愿嘛。哦，你托上这时代愿望，那么你一直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在一刹那中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
因此我甲注意讲一句很贴切的话，这四行得一句上重要。你看迄个倒数第二行，唯此愿王不相舍离。这个愿王就是讲十大愿，同时你发愿，你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因此我一直再三甲徒弟苦劝，讲你若要念佛，你内心一定要坚固的，我一定要往生，一句佛念到死。莫换题目，那阿弥来讲，你到临命中的真正维持愿望不相舍离，啊，不相舍离。但是呢，我看这真难，为什么真难呢？还是我很相信的学生呢，还是徒弟啊？哎，你刚才离开贤弟是无偌久呢，对净土法门无深信呐，无了解，这一切都变啊，这一切都变啊。七十一页。讲上普贤十大愿王功德，会当得生净土之果，不动俱送，属于净土愿。十大行愿是最大行愿，所以叫做愿王。那咱人若要下这个黑修的时阵，世间一切色界下离啊，为主愿王不相下离，一切是因得之见。刚才这个愿王未离开你呢，那一切时间拢引导咱向前。你命中的孙引到极乐世界，就华藏世界来讲，极乐世界唔只是刚才一个华藏世界当中，也就是在一个世界当中学华严经的人。那意思是讲，极乐世界就是伫个华藏世界里面之一，华藏世界一大。就是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大，无量无边的大啊！也就是讲，这个华藏世界有多大？我甲注意讲，210个3000大千世界粉碎成颗粒微尘，每一个颗粒微尘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一个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是。就是华藏世界分之一，其中一个而已，一个而已。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不为在一个华藏世界中，也是伫咧世界世界种中，世界种学华严经的人，为人啊不善有，就是无啊无了解华藏啊庄严世界海，所以不管往生极乐世界。愿往生华藏世界，岂不知就是你并不知道极乐世界也是在华藏世界正中的普照十方次元宝光明世界中中第十三层呀。我今麦讲，恁别坑嘞啊！注意听我讲啊！我今麦咧讲啥？啊，你得注意听。我今麦要开始来比嘞啊！你得注意听。咱这个地球，地球咧射这个太阳，地球那以喜马拉雅山为主的对，较早是讲日夜绕须弥山转呐、啊，其实也有公转也有自转，起码咱以太阳为主，太阳有九大行星围绕。太阳公不叮当，其实不对，以每秒钟27公里在移动，其实太阳也在移动，只是说也移动是带一个九大行星的移动哦，它的移动不是像地球这样绕着太阳这样转，是太阳为中心啊，像蝶形的九个行星整片这样在移动，这样你看知道意思、哦、像整个盘子在移动，太阳在中心、啊、地球一直转一直转，月亮也一直转啊，整个这样绕这个太阳为太阳沿画一个中心点，在一个宇宙的中心点，整个九大行星沿着太阳啊，这里绕着太阳，规个九大行星都在移动，都在移动。单单讲太阳讲恒星是方便讲啊，那就这里九大行星太阳来讲它是恒星，但是就宇宙的某一个中心点来讲，太阳也是行星，知道不？啊，好，这个观念先建立以后。以这个太阳系为一个世界，
一千个世界，一千个太阳系，一千叫做小千世界，啊，一后边三个零，乘以一千倍，就是十的六次方个太阳系，叫做中千世界，十的，要搁再乘以一千，啊，就是一千乘以一千，就是中千世界，再加起来一千乘以一千乘以一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单单讲就是十的九次方个太阳系的星球，你知道不？哦，一后边高了零，我太阳九大行星挂太阳系十个行星啊哈啊，九大行星，安尼是就以太阳来讲，加起来有的人是发现到十一个行星，总共以十粒行星来讲呢，以十个行星来讲，就是讲。太阳系的一千倍叫做小千世界，再乘以一千倍叫做中千世界，再乘以一千倍就是大千世界。啊，你就是讲一后边高了零乘以十个星球，就是拢总有十次方个星球，作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是方便讲啊。因为佛东西在世讲这个世间，跟咱今麦讲的这个宇宙观。不太一样，但是因为以今麦的观念就比较好了解，也就是讲十次方个星球这么多的星球，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哈哈，你注意听啊，啊，十的十次方个星球哦，当作法藏世界底下的一个范围。十的十次方个星球，所有的星球粉碎成颗粒为尘，像米粉那呢，给磨成粉末状的对。甚讲一后边十粒零，所有的星球给研做米粉，一粒米粉动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安呢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法藏世界的最下面一层。法藏世界最下面的这层，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星球的颗粒围成的三千大千世界。你到底听有无啦？听有啦？你目睭拢认路，俺们在听有听无？我你一直讲，安尼一直刷落安尼。安尼是几粒名？第一层世界哦，第一层哦，第一层哈。今麦搁背起来两个，就是哈二。乘以十的十次方个星球，正这粒的掉，正这两个三千大千世界，二乘以十的十次方个星球，这么多的星球，将这里这星球粉碎成颗粒为尘，每一个颗粒为尘，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三千大千世界构成法藏世界的第二层，你知道？今麦过来的三个的、就是三个三千大千世界。第四层的是四个三千大千世界，到第十三层的是十三个三千大千世界，粉碎成颗粒为尘，哪一个颗粒为尘，动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法藏世界多一二三多，最高是二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最底下是一个，所以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多210。上底是二十，下底就是一啊。这梯形的是上底加下底啊，二十加一乘以高，高就是十，啊，高就是二十乘以高除以二，除以二，对不对？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嘛，这是不是呢？这梯形就不要，这些简单的小学几年级都要省力省不？所以一二三，啊，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一直加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心算得到210。华藏世界，你有多少？华藏世界的是210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的十次方个星球，210个三千大千世界乘以十的十次方个星球，粉碎成颗粒微尘，如是等颗粒微尘的数目的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一个法藏世界。十个法藏世界构成一个世界海。
个无法度算啊，迄根本都唔是叫做天文数字，迄就无法度去算啦。唔是像一贯都讲个讲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还是讲现在随随便便讲者，你若讲到这华严的世界，你听到你就用要昏去。你这你要按怎用电脑来拍？我问你，你要怎么样用电脑呢？来打？你唔免讲偌济，你干来我边啊，咱这边啊这个公园，你去用一土本签甲签起来，安尼六一百就好，你惊死，迄看偌济就好啊。我干来为着这个观念吼，编偌济册，我去问一寡老法师，老法师讲，伊这唔知咧讲啥。哎，我去问咧，法师讲，伊我嘛看无，唔知咧讲啥。我干脆我家己，我这勤学好学，就开始一直拼命咧资料。到即马才我都讲这个观念出来呢。看偌久的时间，无唔知咧讲啥，第几层，一只乌沙沙，伊唔知咧讲啥咪。要问老法师讲，我个人听无，伊嘛家己唔知啊。哦，啊有样看样，无样啊家己想，啊看伊看无，伊唔知呀，唔知咱袂使。这一代不行，下一代一定要了解啊！所以你刚才听书安尼简单的说明这个华中世界，我都要用四个月的时间去查资料诶，去查资料呢。为什么叫恁爱听经文法，唔通请假？就是安尼，安尼，啊，即摆来讲啊，你就看我咯，这样安尼再下去就很看活了。哎，看我哈。讲啊，你就知意思咯。来讲我，佮后摆看到翻译啊，这第十三站。就是13000大千世界颗粒微尘，每个颗粒微尘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三千大，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并排在第十三层。来，安尼来看就困我了。啊，所以讲吼，讲啊，愿生化中世界啊，讲不愿生极乐世界，啊，愿生化中世界，讲起不敌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乃是在华中世界正中，华中世界正中的普照十方七言波光明世界总啊中第十三层世界总，世界总就是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在扩大，小世界啊小千世界、大千世界、世界总、世界海，然后华严世界安尼。一直推论安尼，即讲到这世界中啊，第十三站，三宝世界在十三站，即站有十三个主刹，就是十三个主刹啊，十三个圆圈圈，就是每一个圆圈圈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粉末状那么多的数目啊，就是有十三佛刹定所判刹。阿弥陀佛，十三个佛刹，成数半刹，半刹的一个互相围绕，叫做半刹。啊，所以讲极乐世界离开娑婆世界，只干那十万亿佛土，就是十万亿的沙，十万亿的沙，一粒沙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安尼十万亿尔，那要十万亿，那咱的公边吐起来都超过十万亿啊！真正的。边啊，吐起来超过十万亿个这个沙，一粒一粒安尼算啊。哦，所以讲你讲佛的迄款的智慧，迄款的修炼，迄款的那一种最究竟的觉悟，你讲迄个佛的境界大到啥个所在？啊，咱即马一个，敢那一个地球啊，这个发射这个人造卫星啊，发射啊，这个阿姆斯壮说，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啊，刚才去月球呢，2500多年，咱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都已经讲这个天文的数字，远到乎你无法度去测量的物件。讲咱人的这个科学，要哪有法度讲跟佛的智慧相比？这根本就无法度比，哎，那边啊，所以叫做世界离开娑婆世界，敢那十万亿佛土尔，所以娑婆是一个主刹啊，娑婆世界一个主刹啊，由一刹定所判刹啊，娑婆世界有这一刹定所判刹。一个娑婆世界就十的十四万个星球嘛，啊，十万亿又岂在刹尘数外呢？所以十万亿
讲起来嘛是真紧啊。所以爱先进入世界有四种道理啊，有四种道理啊。一只进入世界，就是伫花种世界内面，安尼听，安尼就看有啊哈。极乐世界就是二十层华藏世界里面，第二为能修行的众生专心一处故，所以慢说一个华藏世界，慢说的是广说啦啊哇，广说一个华藏世界啊，就是亲像一个声，有分作东南西北，安尼分东西安尼分。三者西方阿弥陀佛跟这个出土娑婆世界众生有缘。四者阿弥陀佛就是本师，本师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本性同款。有者先给到世界有四句了解，有四句我们应该了解的，了解就是分辨清楚，你要分清楚啊。四句，第一，生即决定生，去者是不去。生啊，就是讲哦，讲方便的，用观音菩萨方便生啊，你不言何处去生啊？去者是不去，因为法界本来就是咱的本性的物件。生则决定生，就事相来讲有生，就事相来讲，那人死了来往生给了世界，安尼确实有生。去则是不去，其实没有去，为什么？哎，法界等同一体，哪里有来去呢？法界等同一体，没闹去的物件呢，根本就没有去啊。所以如观音菩萨的方便心，你无讲何处去生？你者去者决定去。那讲要去，真正去极乐世界啊，生确实无生，那有什么极乐世界生不生啊？一切法本来就无生，所以讲，如普贤菩萨的方便接引，普贤关于一切佛法往住过啊，往住的是继承佛陀的啊这个志向，叫做啊佛法的王子，所以回向极乐，哎，回向极乐。第三，生也决定生，去也决定去。往生也决定往生，去啊就决定去，这就是讲着相念佛的人，着相念佛的人，渔夫执着而去往生极乐世界，接着去往生极乐世界，甲接着啊生在娑婆世界，当然伊都要接着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咱差不多每一个人拢会使讲或者渔夫的修行，因为都认为这是娑婆世界嘛啊。极乐世界是真好嘛，所以安尼也是非常好。安尼甘愿像渔夫安尼啊，像咩啊阿公阿婆啊安尼啊，阿都现在都拢唔捌啊，安那个讲的时阵，爱得加减听经，加减捌啊，听过来，佮完了会加减讲开始吼、哦、啊，先有只正知正见哦，有的老人啊呢，加减听，哎，听到落尾啊，哎，听你讲开始，哎，还佮真准，佮会晓啊，真牛。虽然讲六七十啊吼，啊加减扣加减扣，一个未去创唔到伊，真牛啊！我都不听书啊，你讲开始，一个开始丢，我就真牛，哦，你不简单。这听故事完了开智慧，听苦完了开智慧。哎、欸，我今日真惊听讲唔到，真牛讲，一个讲了正知正见，哎、欸，就不简单，嘿、欸，不简单。欸、所以讲多听经文法就知，虽然讲。咱大家拢无开悟，虽然讲哦，咱即个有一个极乐世界，但是甘愿安尼，甘愿执着有一个极乐世界，都唔甘愿讲执一切法都是空啊、哦。所以讲灵着空，灵着有如须弥山呐、啊，莫着空如芥子许。灵可着有，灵可的执着这个有如须弥山，执有就是有因有缘有果，有因缘果报，就是讲接到有的人。伊阿个查因果，伊会惊因果啊！哎，惊因果啊！伊会惊啊！哦，伊会惊因果啊！伊要做以前，要伤害人以前，伊会惊讲有一天我会受报应啊！哦，因你凿空的人，你讲啊无因无果啊，我的清朝我白做啊，这无因无果啊，啊拢总无啊，一切法拢空嘛、啊，伊的果盖，果盖即个空的意思。空是建立在有的因果连锁，空是超越这个因果，不是离开因果。你要注意听，空是当体就有而超越这个有，而不能离开这个有才讲超越哦。啊，你变成空跟有不能，啊，你就变成无关系啊。
空是未使离开有来离来讲这个空啊，空是建立在所有的无常因果法里面才讲空啊。如果个离开脱离这个有，那就不能谈空，不能谈空，叫做断灭。所以佛在三个人空，宁可独有如须弥山，不要紧，你什么都执着有，那还有救。莫着空如虚，这个介之虚，介就是一个草木，在一个这个介绍的介啊，介之虚，介之就是在那讲的魔啊和色点嘛。哦，你那丢这个空啊，就否认因果，就变成断见、断灭见啊，就完蛋了，完蛋了。所以讲对空的得力，那压不功彻底，那么我们执着一个因果，那总是不敢我别遮啊，哦，总是不敢做的太离谱啊。啊，所以讲执着啊，跟这个你执着极乐世界，跟执着这娑婆世界，当然差真多啊！啊，那当然差真多啊！啊，这何地天壤？这何止天壤之别？极乐世界当然是较好啊！啊，但是生也决不生，去嘛决定不去，这就是就无声来讲啊，这两句是就无声来讲，无声就是离啊。就我们的离体来讲，啊，就咱这个离体来讲，只有两类：第一，无信佛法的人，啊，伊就跟你讲，讲，往生极乐世界，相款，相款，相款，其实伊就是问这句的人都无信心吗？其实那依我今仔日安尼来看吼，那这嘞，那是做念个算百的意向啊，算百的。哎、欸，阮顶摆有去做了一个十七岁就是啊、哦，这个白血球过多，伊家己怎没有办法，而且十七岁囡仔吼，买啊，再去拄着师傅，碰到师傅啊，啊，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一直伫五外科啊，来来去去，哎、欸，怎啊，我还没有建立这个讲堂。啊、我不去看，啊，讲我讲啊，你该念佛，啊，听这录音带，给伊听，哇、哦，这个囡仔真有善根，啊，认真听，啊，买啊，哦，我甲讲啊，这怎么样，要有心理准备啊，啊，这囡仔足有善根的呀、啊，读这个高中啊，啊，自家己怎无希望啊，就小学拢未读进啦，已经变甲足严重的呀、啊。结果经过一年以后，我见到因老母甲我讲，足感谢师父的。我讲，认真足感谢。哦，阮后生往生的时阵吼，伊就甲我讲吼，我阴暗十一点，有人要来甲我接。啊，是啊，讲星座安怎？啊，就讲甲咱画同款，啊，你说西方三圣者，哦，跟画的一模一样，安尼，啊，我来叫伊观想哈，摕起西方三圣来看。迄阵啊，也无画者的借，迄阵啊。有小张的哈，小张的，无讲盖大张啊，一直那要看啊，我叫伊用来来，接着来，再跟他接引。啊、你讲晚上十一点，做主席，清净。哎，妈妈就再三的感谢讲师父安尼慈悲个开示。哎，你讲他学佛那有偌久？所以讲。这款的生殖决定是绝对往生，就是讲你有坚持到底无？所以恁常常有误会，讲哦，我若信佛信多久，如会往生，不一定啊。会愈信愈退步，啊，愈接近就舒服，啊，即卖就看舒服，会看点，伊无咧看优点，即卖来的产生距离，产生诽谤，啊，来产生这个轻视三宝，啊，愈死的点。哎，所以讲，伊今仔日乃但讲深信不疑，谁讲的都一样，依法啊不依人啊，这个保证百分之百啊。所以到后面，你讲诶，偌厉害呢？白血球过多足厉害，你规个这个口腔拢溃烂烂掉呢，拢烂掉呢，拢烂，拢烂掉诶。哎，每当喝茶用诶棉花，安尼用棉花安尼用，烂拢烂。所以说生则决定生，去则 绝不去、啊、去则亦绝不去，就是说就指无声来说，如果说就事项来说是确确实实是有。
因此你来讲，你无信心，我听讲，讲咱也未比广清老和尚较高，比未比偶义大师啊、永明延寿大师，迄大家嘛叫咱念佛。啊，咱人真奇怪，伊就家己爱安尼撞，安尼撞，啊，就爱去拄着迄个浩谈神通的，浩谈神通的，哎，就该讲，哦，哎，哦，啊，迄个就即马就去啊，啊，哦，迄个安怎？哦，哎，伫梦中就见着佛，还是空中就见着佛？哦，还是忽然安怎甲说法？我讲迄个死较紧啊！特别是较紧啦，咱人要坚持这个，以这祖师大德讲的讲坚持这个净土到死无改变，我说这个人百分之一百万往生。你今天哩，我今麦跟你讲一句话，非常良心的。你今天听了这个佛法，你只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早课晚课，不你简单坐着，那真无用，我都快徛咧。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一直念来，一直念来，安尼。就你为厝要来听经，一直个念来。你今天我国公，得坚持到底。你讲你到个死，那讲没有往生，我愿下拔舌地狱，真正的。安尼就算我发的愿的有够多。也嘛，真敢甲你负这个因果啊！你个坚持到底啊，正知正见，你到时都不要改变你的方针，而且保证凊彩冇中品的，也无冇下品，无凊彩啥嘛一品，啊遐衰啥无半品。哎呀，你即马就惊讲啊，你无信心，无信心，两个一半啊，落去祈求，啊两一半啊，落去坐禅，啊落加减参，啊遐种，啊去道场去做，啊遮嘛去做，啊做做做到落尾，什么都没有。到到尾死的时候，发现就讲咒语用不上，什么金刚上师用不上，啊是讲其他的啊禅师用不上，那发现就讲啊，我无听慧法师的唔对啊，我无听慧啊，未赴啊，一个清明了都已经徛伫边咧等咯。袂赴咯，你平常时啊无念，你愿力袂配合嘛？哎，佛来你嘛唔去，袂配合嘛？啊，逐工咧打电报，那安尼临命终都无问题。所以唔是时间固定，决定三个月的往生。你家已悟无生人之人，哎，已经觉悟到无生法忍的人，发心遍满化盖果。生就是无生，去就实在无去啊！当然这是法界了。普贤菩萨劝这个善财以及众生，讲上普贤行愿品，求生极乐世界，方便应人啊，因得人离苦得乐。若就自己，就是就近而论，法界极乐就是极乐世界，讲一点一摸。也是法界，一点就是一个颗粒微尘，一根毛，一根毫端，嘛是法界。何况一个极乐世界，唔是法界呢？所以原下五集、法集，唔通违背着圣教、圣教量，其善事之福，得意到个极乐世界，有啥物好处呢？即见阿弥陀佛啦！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处诸菩萨摄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为教，其人自见生莲会中，蒙佛授记，别名圣果。啊，说明这个殊胜的果报。啊，就是讲修普贤行愿，圣因的圣果报呀，报有现报，啊，就现这个世界报，有圣报，就是来世果报，有修报，啊，就是九愿劫才报，啊，这就是生报，生报啊，当来之事啊，生报，啊，那么有名亦俗报。艺术就是经过一个时间就会成熟。你今天认真念佛，念佛，在你的八识当中，拢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我甲注意讲，已经讲足这边，我讲，恁若等于家己咧修行，恁买，你用啥？你放录音带，你放录音带，你就听师父的口供，因为你家己咧念佛会忝，放录音带，哦，甲放几工，啊。
赢的放录音带，念佛一直念佛，这个念佛就是培养那个习惯性，临命中一刹那就到极乐世界啊！你念几天啊，几暝几日啊，互人讲笑的嘛甘愿啊，不要紧，笑的就笑的嘛，笑的结果会当然到极乐世界，你也无笑才袂去极乐世界，对。所以讲啊，来当往生啊，笑嘛不要紧啊，就看你边在讲拢不要紧啊，啊！不但见阿弥陀佛了，并且见到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诸大菩萨，翻译文殊师利，中国话叫做妙吉祥。普贤菩萨行遍法界，开始破，就是讲伊啊，伊的这个普度众生啊，伊的十大愿是遍法界。七十三页第一行，慧临极胜，伊的威啊，接近的极胜就是佛，接近这个佛，这个叫贤。观自在菩萨证得泥门圆通解六劫啊，这夜三空，这个就要在楞严经讲了。解六劫就动静根觉空灭啊，动静根就是六根呢 啊觉觉悟的觉，空空啊，灭灭掉的灭，动静根觉空灭，夜三空就是破除我空法空空空，叫做三空。啊，或两种殊胜，上起佛陀之诸法，下化众生呢、啊？这慈悲啊，就得到两种殊胜。这里另一边有供，这里说起来供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梵语弥勒啊，中国叫做祖师啊，慈氏非常的祖人祖，内中老依然主，所谓依然者。啊！普贤菩萨因得众生求生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啊，上首的弟子，到极乐世界可应该见。那是初度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为什么见得到呢？因为菩萨已经证得法身了，替普遍过，所以相用也遍啊，也相，它的作用也很啊，也遍遍化感。法身大事，把名拿起来，法身大事就是证悟。本性的称呼，证悟到平等性质的称呼叫做法身大士。简单讲就是明心见性，见什么？见无相法，无相叫做法身，所以法身就是无处不显心、啊、为什么？因为法界无身嘛，啊，无身应众生心为身嘛，所以的无处不见，无处不见，所以有大福报果。实相端正威严，行其修显功德，色界得见。基林就是上普贤行愿品的人，因为上普贤行愿品功德，刹那间道中就是临命中啊，弹指啊，一刹那就是伫西方莲花化身，诸见为莲花化身，伊就蒙佛修起，蒙佛修起，佛就甲咱摸定了。啊，摩定啊！咱即马，好，啥物人摩定呢？啊，啥物人摩定？好，剃头不啊摩定，剃头不摩定，去就甲你剃头，啊，剃头。有一站，我的手去绕着，手去绕着，啊，袂弯，无我这头壳拢家己剃，来去剃，啊，剃拢后壁看无，拢老规矩啊，咧拍天光，啊，看无。啊，师傅，你后壁剃袂清气，啊，你无法度啊，啊，拢剃袂清气啊，所以我即马剃头，我拢家己剃，啊，以前咱手绕着。也无法度，啊去用拜托，啊用拜托剃，因为我剃头，我一定先选迄个，尽量选十波，啊若无十波，拢选了五十波，嘿，我无了小姐剃头诶，绝对无小姐，啊若经历上歹，凶是真歹，嘿，五十波啊，我诶做阿嬷，嘿，不得已，迄阵啊，啊就无收遮多地啊，过来，哎。蒙佛受记啊，就是摩顶受记，东来以摩世界成佛，观无量寿佛经安尼讲，西方莲台有九品，即嘛简单讲，上品、上生、上因发三种性，第一至诚心，即至诚恳切的心。这个至诚恳切的心的非常不简单，这至诚恳切的心的是讲理智。感情啊，达到的非常的平衡点，这不要简单。就是讲我对佛非常的恭敬，但是同时具足着无声。那来讲对佛恭敬啊，恭敬甲念着佛都哭，
感性，太过感性了，哦，想给感性啊，啊，至诚恳切的心，至诚心，啊，所以这个至诚恳切的心，就是感性跟理性达到非常 balance， 就是平衡点啊，出来一对非常的恭敬啊，而且他通达到自己也有佛性啊，这一切法无生，自佛他佛通通是平等。啊！你若要讲简单讲，就事项来讲，就是讲对佛恭恭敬敬，对着经典恭恭敬敬，至诚恳切啊！大家拢跪在佛祖面头前拜佛、念佛、用功，求生极乐世界。佛你就来给我抓，无我头壳要讲我破啊！佛你就来给我抓，无我头壳要讲我破安尼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